Hello，继续回来啊。先把这，哎，这个挑战的话，哎，好好，再来挑战一下这个怪兽牧场。哎，我来试一下。伤害能力确实不高哎，第二招是造成宇宙黑洞吗？把所有的抓过来，嘿嘿。好，挑战哥哥战。还有没有？有的。揍死他们吧！来。终于来自动战斗吧！有治愈能力，有护盾，然后还有攻击力。要是有破甲就好了。对，这几个有破甲。咱们退出，先把每日任务做好。卡牌升级啊！就升级这一个吧。这个卡牌升级比那个麻烦多了。杰斯提斯。好了，这个这样子也不能再来了。装备精良，居然这个没有。怪不得打得那么慢。来来来，开始匹配一下。挑战加拉德龙王、巴尔坦星人、戴拿、奥特曼。别这样啊！再来，都不，这个挑战的话都不知道对手在哪里。
这样子的话，每日的福利算是完成了。这些都是变声器啊，居然没有一键开箱的，烦死了。喂，刚才好像看到一个四星的。对，万能碎片。嘿，这个需要荣誉币。够布了，暗药。队友要去哪里获得装备呢？对上的是高斯奥特曼，居然跑了。一层奖励没有，挑战。我想知道我的怪兽那些采集机。完了完了，这些等级不够，才一级啊！那肯定我要输了。